知名日系空调业者在今年度读者文摘信誉品牌年度调查当中，再度成为了冷气空调设备品项唯一的白金奖得主，同时也是连续22年获得这项殊荣。除了以珍爱地球、深耕台湾作为愿景，业者也长期投入公益活动，落实企业社会责任。读者文摘举办第25届信誉品牌年度调查，从消费者产品体验、服务到企业社会责任等项目全面评分颁发奖项，其中知名日系空调业者再度成为冷气空调设备品项唯一的白金奖得主，并且连续22年获得这项殊荣。拥有19项独家专利的冻结洗净科技，不断的进化提升，连续22年获得最高荣誉白金奖。业者透过独家科技加速空调机体内的干燥，来达到长时间抑菌，提升居家空气品质，更注重地球环境永续。家用变频空调超越2025国家一级能效标准201%，每年可为台湾省下超过414万度电。业者也长期支持各类公益慈善活动，从多元面向回馈社会，以具体行动实践企业的社会责任。记者综合报道。